来中国第一次吃腊八粥。老板，我肚子好饿，能不能给我点吃的？嗯。啊，晦气！谢谢谢谢。老板，能不能给我点吃的？走开走开走开！谢谢谢谢。滚滚滚滚滚！老板，给我点吃的好吗？老外啊，来不服是啊，我电脑毙了，没有东西了。哦，好吧。等一下，红枣、桂圆、枸杞、糯米，可以啊，老外，刚好可以凑成腊八粥，我给你做一碗，做活吧。老外，腊八粥 egg 溜啊。谢谢，跟水彩画一样的，好漂亮啊！这个打死我，我也不喝。四年后，腊八粥是世界最硬核的粥，难属玩物。老外，啊，让我打死这龟孙！记得多吃一点，补补身子啊，因为啊，辣吃腊八，冻掉下巴。一口下去，足力喜剧。过了腊八就是年，老陆在这，先祝你新年快乐。